哎呦，刘阿祖烦恼到要死，你知无啦？哎呦，彤彤啊，你真哩无乖吼，阿祖以后不爱听你啊、哦。阿祖，阿妈，你不要怪彤彤啦，都是我不好，没照顾好彤彤。这边人已经怪你啦，是阮无才调，唔才都烦你。阿妈，别安尼讲啦。我是真的很喜欢彤彤，彤彤跟我很像，我从小也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彤彤的不安全感。再说，彤彤比起我那个时候懂事多了。阿祖，你不要生彤彤的气，彤彤以后会听话。你没有骗阿祖哈、哦？知道吗？啊，你怕无见哦？啊，就是我烦恼哩。还有啊，你妈妈还大阿姨啊，她更难过，你知不？嗯。知，我以后会听莎莎阿姨和爸爸的话。你没有骗阿祖哦？没有。嗯。乖乖。哟。哦，我那刚才孙哦，巴肚里怕鼓啊，枵啊啦，去出来去吃饭吼，去吃饭吼，你去。阿祖一起去。嗯，你们去就好啦。哎，阿祖不去，我就不去。哎呦，乖乖，哎呦，我这刚才孙，赶快去吃，不然你肚子咕咕咕叫你。阿祖。就当然饿啊，那就一起去。阿祖不能出去啦，阿祖只能吃这里的饭，不能跑到外面去。你们去管哦，哎，快去去去！孙雨桐，你刚在医院乱跑，我都还没有修理你，现在耍什么脾气？不要吃啦！我要孙雨桐，你这是在干嘛啊？不哭了好不好？彤彤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嗯，爸爸妈妈对不对？嗯，彤彤，彤彤，阿姨问你，你刚刚为什么不想吃饭？都不要让阿妈还有妈妈担心，那你就要乖乖听话，不可以乱跑啊，知道吗？嗯。好了，乖乖就是。彤彤，你听阿姨说，你看着阿姨。阿祖、妈妈、大姨、爸爸还有阿姨都最爱彤彤了，嗯。所以你要乖乖吃饭，等妈妈放假的时候，你才有力气跟妈妈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嗯。而且这样，阿姨才可以跟妈妈说：“哇，彤彤表现得好好哦。”这样子，妈妈就不会生彤彤的气啦，对不对？嗯。嗯。那我们就继续好好吃饭。嗯，不要哭了。
要吵我啦。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你知道啊，要抓住男人的心，要等于抓住男人的胃。那抓住军人的心要干嘛呢？知道吧？来恳亲。你有叫他来恳亲哦？你是傻的吗？哎、欸，我家属在这边，我要这边出公差哦，神经病。三，哟，带他们去恳亲。好。来这边呢，跟我走这边。乖，我们就是要去看妈妈的啊，哈，我们要排队，乖，好，来，往上走，哦，好，你好，我是高小贤的姐姐。哦，那你一定是彤彤喽。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啊，你现在在我们十七年非常火红哦。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惹麻烦了。不会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谢谢。这边等一下。好。家属陆陆续续的进来，那等一下有家人来的，男朋友来的，女朋友来的，注意听名字，叫到你就出列，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报告班长，我们家属来了。哦。Go。出列。出列，排长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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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小贤的家属，高小贤，哟，妈咪，彤彤，妈咪，我好想你呀。这个是排长姐姐，排长姐姐好。嗨，你就是彤彤啊，你好可爱哦，难怪妈妈会一直想你。赶快叫妈妈带你去逛营区。好。好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谢谢排长。姐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